窝囊啊，这么样帮他们，最后换的这个下场，是不是？先生也不见了，那这辈子真的够怨了。所以你有没有记得我讲过一句话？不管如何，先强大自己。我跟你讲过，有。所以你要牢记啊，你不要走人家步入后土啊，步入别人的这个后尘啊，是不是？不管你是什么角色，我先告诉你了，不管你是什么角色，你想清楚，你没有达到一定的标，你就不要等着别人可怜你。这就是现实的社会，现实的人生。而且你也不要认为那是外人，不是家人。我告诉你，我明白的告诉你，家人也是如此。我告诉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了，好，女生啊，你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的，今天你化得漂漂亮亮的，擦的香水香香的，你去哪里人家都看你亮眼，对不对？家人也是啊，哎呀，今天化这么漂亮，哎呀，去哪里啊？是不是？你十天不要洗澡，你就家里缺水，十天没水，然后十天没办法卸妆，那妆都花了。你用这样的妆容去，你不要去看外人，你就去家人，你找家人。我现在没有水，我就想变成这样子救我。我告诉你，家人可能会给你一点理由啦。哎呀，那赶快去洗吧，没水。哎，那你再等一下吧。你说真的会这个样子吗？不知道，这是一个现实的题目，很现实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怎么会有狗叫？所以，是我们台北教室的声音吗？不是，是啊，我们台北教室的声音啊。台北教室干嘛？谁带小狗进来？不是啊，笑声的、啊，哦，笑声，笑声是这样的、啊，加 combo。我经常在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觉得啊，真的是这样，把自己先弄好是真的。你不要说自己享受了，但你基本的要有。好，你不要说是全部东西都给别人吃了，觉得自己什么营养都没有，最后变成一个皮包骨，然后看得好恐怖，然后还跟人家说我美吗？人家怎么回答你呢？人家回答你说哇，怎么会变这样子？我都给你，该给你吃我都给你吃了，我都没有得吃，我变成这样子，你都说我不好看，我不要活了。你换来什么呢？你换来什么？我先问你，你换来什么？所以人不要笨嘛，不要呆嘛，是不是？基本的嘛，你该要有这样的智慧，对不对？这不叫做自私，这叫做你先能够站得住脚，你再去帮别人，还来得及啊。你自己都站不住脚的，谁理你？是不是？所以咯，自己的道路自己开、啊。